Hello， 小朋友们，今天我们来玩超级飞侠的轨道玩具。我们有超级飞侠乐迪，还有超级飞侠酷飞。先让乐迪出发。乐迪要先来到控制塔这边，坐电梯上去，然后发射。你们看，乐迪又回来了。接着让它发射多一次，还有酷飞也要出发。酷飞也是过来控制塔这边，然后坐电梯上去发射。你们看，酷飞又回来了，再次发射。哇，这是警车破例哦，破例也要出发。还有消防车罗伊，罗伊也跟着破例出发吧。救护车安巴也过来了呢，安巴也要出发了。最后是直升飞机海莉，海莉也赶紧出发吧。乐迪还想玩机场大闯关哦，开始了。乐迪来到电梯这啦，赶紧把它升上去。乐迪，小乐姐姐这就送你过去。哇，乐迪闯关完成了，乐迪你真的是好厉害啊。超级飞侠小爱也要来闯关了。小爱也来到电梯这啦，把它也升上去。再把小爱调过去，闯关马上就要完成了。哇，小爱也闯关完成了，小爱也是超级厉害的呢。